question.我是什么？哎，什么来着？我是什么班来着？我给忘了啊、哦。暖门，暖门是吧？共念暖萌，暖门，暖萌，暖萌。时尚，时尚，时尚，时尚什么？时尚潮流，潮流，时尚潮流呗。时尚潮流呗。对对对，这毛长得一点都不萌，不萌萌，共念萌，萌，没有腿，他们都这样式的。他们都这样审的，他们都这样审的，他们都这样审的。跟我进来，你们都这样审的，都这样审的呢，都这样审。你怎么说的像港台话？都这样审的呢？都说你最近消失了，我最近没消失啊，微博消失了，没消失，我昨晚发微博了呢，你看没看我微博呀、啊？你我看了，我看了大合照，起来你大合照，大合照什么东西啊？不是回学校了吗？是吧？我看着，我时刻关注你的动态。这什么闲言？这是，能不能放首歌听啊？可以啊，你要听啥歌啊？都行，不听就像我们。我就知道你要放就像我们。不好意思，我是男的，我是男的。你是男的，我是男的。你是男的，你是男的，我是红的。一姐好攻的样子，就特别有眼光，不像你，可米总胜。哎，哎呦。怎么演这丝滑的皮肤怎么演上了呢？怎么现在戏也这么重呢？哎呦，手滑了。这皮肤太滑了。哎，最近于姐就有点三天不打上房揭瓦。不是，最近又结束你看看啊，又这就一关你就等着吧，你就给我哈，我自己看直播看看你要对我做啥。啊，就是你手伸出来我帮你打断的。断自首，断手。那我就擦你眼吧，我看你眼有点脏脏的。嗯，那不应该是眼影吗？你说今天回来就没卸妆了？没卸妆呢，我要洗个澡，按摩。你最近戏可足了，你知道吗？关键是好久没看到了，是吧？看到谁啊？看到你。那昨天看到是傻逼吗？啊、哦，不是傻逼。嗯。哎呦我的妈呀！真是。我这不叫撩，我这叫勾引，叫骚。我是个女孩啊，你是个女孩。嗯，没有孩子呀、啊？哦，不对，孩子其实是我跟大风呢。啊？嗯，在天旋的时候啊，一不小心就走错了一步，就偷尝了什么人生的禁果，对，是吧？那你是爸，我是爸，那我是爸爸，你当妈妈吧。也行，也行，嗯，那是极好。那我平常是个啥样的人啊？你就夸夸我呗，你就夸夸我。嗯，我夸夸你啊，我想想啊。嗯，包子好攻。突然有点事儿，我去那个，嗯，走了就别回来了。哎，我就那突然一点，夸夸你，你这个脖颈纹长得挺好看的。有吗？你不知道我在杭州上学吗？你没跟我说。你每次干完事儿就走，我咋说呀？朱姐比你厉害，啊，朱姐没你厉害，嗯、啊，不对，朱姐比你厉害。现在，
但是呢你也有你特别的地方。嗯嗯，哪里特别？特别吸引人嘛。哦，你看什么呢？乱看的，乱看什么呢？哦，渣女。我是浪女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营养不良，你那个叫啊？我营养不良怎么办呢？还天天就知道吃泡面，吃泡面。我刚刚吃的泡面。嗯，有没有摸我大腿？有没有摸我大腿？啊、你知道你手很凉吗？录进去了。你知道你手很凉吗？哎呀妈呀！那那那那哒哒哒哒哒，好听吗？好听。嗯。啊，朱姑娘。好神奇啊！粉蛋。嗯。最厉害的。没用的女孩。嗯呐！来来，这谁？这谁？谁啊？嗯，反正不是你。嗯嗯嗯嗯嗯。哎。你以后每次照着都可以发这个表情。嗯。